等我的大佬。大家好啊，欢迎翻嚟英女王嘅 channel。Hello。咁咧，而家咧我就系身处喺热海。热海？咁咧呢度好热啊，真系好热。其实咧，我哋寻日咧已经由东京嚟咗热海啦。由东京过嚟热海咧，其实都好方便。搭 JR 嘅话咧，就需要2个钟。如果你搭新干线咧，就只係需要45分鐘嘅咋，非常之方便噶。咁呢個地方咧係好多本地人都好中意嚟嘅，而我哋揀咗尋日特別嚟咧，因為尋日有花火大會啊，即係放煙花，佢係喺夏天先至會有嘅。喺酒店 check in 嘅時候咧，個姐姐話俾你聽啦，呢度淨係呢間酒店已經有1000人啦。所以咧，真係吸引咗好多嘅本地嘅日本人啦，或者旅客嚟睇。你沿路咧係見到好多人都穿著浴衣，係好有氣氛噶。哇！而家又要接近放煙花嘅時間，我哋行緊落去睇煙花啦。全部都係人啊，有好多人穿著和服，我哋都換咗啊。佢哋全部都換咗啦。就是啦，哇！啱啱啱睇唔到啊，唔知睇唔睇到啊？好多人喺度等緊啊！原來係咁勁噶，人多就一定噶啦。煙花就夜晚八點開始，所以咧，大部分嘅酒店嘅晚餐咧都會安排咗喺7:30前完。等你咧有時間咧行落去沙灘度霸定個靚位。如果你只係一個人咧，其實我諗你8點去到咧都好 OK。哇！有冇睇啊？好睇啊！睇啦，好大声，啲垃圾系好多块肉啊！好啦，咁而家咧我就等紧老婆买埋啲手信。我而家嘅位置咧就喺车站商场嘅3楼。咁你又望落去咧，就可以见到有2条大街。咁咧佢哋叫做商店街同埋名店街。你一出车站，已经可以感受到佢哋嘅气氛啦。咁我哋酒店咧就喺呢度后边。好近海邊嘅，行落去我諗5至10分鐘左右。咁海邊嗰度放煙花就喺呢棟樓嘅後面嘅位置啦。咁咧就準備去下一站啦。下一站箱根啊，都係温泉啊 ，Go！ 我哋沿路亦都お願いいたします。點解我哋會過好多隧道？係啊。點解？老細。过隧道呢家嘢我就点会识呢？我都知道你好开心。不过呢2日我哋会用到嘅箱根周游券，我就知道多啲啦。佢系包咗小田急线嘅来回车飞，同埋箱根地区嘅8种交通工具。只要喺小田急线嘅按内所，你就可以买得到噶啦。你睇下呢位姐姐几用心咁样为我哋解释。票价方面，佢都有几种变化嘅、哦，有分2日票同3日票，同埋由新宿出发，又或者由小田园出发。换言之，你可以由新宿出发嚟到箱根玩完一轮，再翻新宿，都系用同一张车飞噶。
由於我哋由熱海過嚟噶，所以我哋買咗由小田園出發嘅車飛。我哋喺箱根玩兩日一夜，第二日回程，我哋就會用之前攞咗嘅 JR Pass 翻去東京。講講下，我哋已經嚟到箱根啦。哇！呢間靚好多。Think about hotel, okay? Now here, this floor is the second floor. Okay. This second floor, we have men's bus. This is public hot spring. Okay. In sixth floor, we have ladies. Okay. Okay. And then, for your dinner and breakfast, we serve first floor. Okay. Just one down.There is only one restaurant we call Aoi Dining. Aoi. So please have this place. Okay. Okay. Hello, 呢間似樣啲，因為尋晚嗰間實在太 hea 啦。尋晚真係為咗煙花而去，呢間好好多。我哋今晚住喺河鹿莊箱根温泉酒店。呢一間温泉酒店係一間傳統嘅高級温泉旅館。適合對旅遊體驗有要求的人，有一些客房還有私人風旅，不過我們的就沒有了。前一晚在熱海真的又熱又累，入到來第一件事浸一浸腳，望下出面的河流，看著河水撞落石頭濺起的水花，真的好療癒啊。好啦，係時候睇下間房啦。不過我特登整長啲呢一段片，等你哋睇下嗰兩個細路幾開心啦。好靚啊，但係都係嗰陣味。佢已經除咗。好啦，佢哋啱啱入嚟，一入嚟呢度有個 pantry 仔。哎，唔該曬阿妹。哇，睇住夾手指啊，真係好驚你啊！呢、这个系咩啊？呢、这个系厕所，洗 pat pat 厕所。呢、这个叫做个妹妹，呢、这个叫洗 pat pat 厕所，知唔知？呢、这个就系冲凉房。隔篱啊！洗手池，洗底下。打开佢啊！呢度沖涼房好細間，應該都唔喺度沖涼，因為我哋會浸温泉，都應有盡有。阿妹啊，你話點解唔鋪牀啊？喺呢度啊，啲牀擺好曬喺度，一陣間我哋落去食飯嘅時候，佢就會喺度鋪啦。住呢度個廳，哇！我哋今晚就喺呢度瞓。跟住呢個有個衣櫃，有個衣櫃，仲有我哋一陣間浸温泉嘅衫。有个偏厅仔，有个电视。哇，呢个景啊，哇，好靓喎！哇，一个 waterfall， 一个水。其实好难，真的好难。
There is a different way to get out. Look at this. I'm going to go to the foodie.早上5点，太阳啱啱出，温泉都啱啱开咗啦。我就嚟自己一个人浸下温泉，享受少少 me time 时间，可以清静下。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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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雕刻之心美術館，再兜翻個圈，翻翻去箱根站，咁我哋再就會翻東京啦。如果你冇買箱根周遊券，又想坐海賊船咧，都係得嘅。票價咧就分1200去桃園台同埋2200嚟個 one trip。我哋係單程行程，就去桃園台嘅。如果你想坐富貴位咧，加多440就可以去到船頭嘅甲板，好似呢班人咁喺我哋前邊啦。嗱，我個人覺得咧，上唔上最前邊嘅甲板都唔緊要，因為反正你都可以上去最高嘅甲板，睇到更遠嘅風景噶。嚟到桃園台站咧，呢度咧就有好多個方向揀嘅。
如果好似我哋咧，繼續去祖雲山方面咧，就喺呢度。拜拜。拜拜。哇，兩個窗望曬前邊喎。冇錯啦，由桃園台站上車咧，記得係坐前邊喎。因為前面才是有很好的風景的。我們由桃園台站上車，中間還有一個中途站，不用下車的，繼續向前就會去到大涌谷站。但是你又不要掛著望前面，你望回後面就會開始見到富士山的了。不單止富士山，看看下你還可以看到剛才我們坐船過來的蘆枝湖。咦，啱啱好又见到另一架船准备埋岸啦！喂，睇睇下，又到咗我哋今日嘅重点大涌谷啦！哇，啲烟好劲啊，越嚟越近啦，我哋到啦，大涌谷啊！我哋咧嚟到呢个大涌谷站啊，一出嚟咧已经闻到一阵放屁味啦，就系一阵硫磺味啦。其实咧就系喺后边嗰度出嚟嘅。哇，今日真系好多人咯、啊，因为今日天气好好，有少少阴又唔系好晒。呢个大涌谷咧系佢哋而家三千几年前嘅一次火山爆发形成嘅，到而家咧佢仍然都系冒出白烟，同埋你见到嗰啲黄色嘅硫磺噶。喺泥土度噴出一啲白色嘅硫泥氣體，再加啲黃色嘅硫磺，哇！其實啲場面真係好壯觀。嚟到大涌谷咧，一定要試下呢度嘅名物蛋。其實咧就係即係攞只蛋落去度温泉嗰度撒。黑蛋，即係嗰啲黑色嘅蛋啊！好唔好食啊？好唔好食我就唔知道。聽講食一粒長七年命嘅，食唔食啊？我而家正系六岁，我食咗又变咗 B B， 我已经四岁，我食翻就变咗 B B。啊！我证实，佢只系一只普通鸡蛋，系咪同平时啲鸡蛋一样味啊？唔系啊。嗯？有咩唔同啊？因为个蛋好啱啊。嗰、那個味道咧，咁個雞蛋好唔好味啊，妹妹？好味，唔好味。同平時嗰啲係唔一樣噶？唔一樣。有咩唔一樣啊？因為啲蛋殼，因為啲蛋殼唔一樣，因為黑色。咁但係個味道咧、啊、，Is it taste the same？ Nope。No？ What's the difference？ What's the difference？ Yeah。嗱，證明咧小朋友係唔會講大話，其實佢哋都分唔到個分別，只係知道蛋殼係黑色嘅啫。好啦，咁原本我哋咧就要繼續去呢個美術館嘅，但係咧因為跟住就落大雨啊，我哋中途就煞停咗啦，直接就翻去箱根湯本站，然後就翻去東京啦。唔緊要啦，呢、這個 trip 咧我哋都好開心。下一次咧，希望有機會咧就玩曬成個 trip。咁我哋將箱根周遊券咧就會好抵玩噶啦。